欢迎收听剑仙在此。整个人宛如身哆嗦着，逗他怕的可不是林北辰。而欢迎收听剑仙在此，作者乱世狂刀，喜马拉雅纵横中文网联合出品，演播大兵和他的朋友们。第1810集，赤炼先知怕的可不是林北辰，而是林北辰的身后人。创造出八大士的存在绝非是他所能够对抗的，至少星君级做不到。眼下对自己说话了。欢迎收听是朝元诀，动喝了第五杯，是武器朝元诀。